这是什么地方？没想到大名鼎鼎的云郡主竟也行着偷窥之事。谁偷窥了？郡主是命定的太子妃，若被旁人发现你衣冠不整的和荣王府的世子混在一起，叫太子作何感想？年轻人，杀你！抓他！小兰姐，你说咱们这位人见人躲的混世小魔王殿下，怎么到小姐面前？ 就怂了呢！好了，我吧。这叫贻误祥烟误。快！撤！撤！云浅月一日未认罪，望春楼的事便一日结不了案。你好生监视，伺机行动。郡主。